免费地面放下发消费，这大概都是一斤面三克发消费，我这是一斤多面，用温水和面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咱做一个热面葱油饼，不用手揉面，看看这手揉不成面，谁都做个热面去。用筷子将面搅匀，就和到这个程度，大概就是一斤面400多毫升水，面发量很大。面摆上刷些油，排一下气，手上抹些油，用手将面捏开，上面撒些盐，葱花，卷起来，再卷上，这个面特别热，两点头捏吃。锅热打饼，哇，怎么这么厚？你看这面热，这面磨落下来，搁一天都不拧。二分蒸一翻，翻三次就好了。用菜子按一下，你看，这没翻弹就烧好了。你要做几个菜？4个。天啊，哥哥，用老娘娘。不要用老油小娘娘，小娘娘看着不漂亮。你看姐姐这样养。嗯，好好漂亮。来给你先加上菜。嗯，先吃。我要吃。等一下，太烫了。哥哥，我们家这个超好吃。你试不试？嗯。好吃的吧？对。嗯。我要土豆丝。是啊。嗯。取菜油搁面子都得拧。嗯。面热就行了。